我就不一，哎，这吧，南刀就不一样了。喜欢说反话，咱南刀熟练度还可以啊。我操，你说什么反话了？你来来来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想他妈去旅游，今天就让你去菲律宾去旅旅。头一回今天咱们今天好好打，让他去缅甸去旅旅游。我说什么了？我会吃醋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前一秒说的什么，你后一秒你就忘了。没事，宝宝，这说明你男人有魅力。没有，不用多想，我只喜欢你一个，放心哈。嗯，对嘛，这才对嘛。妈，这游戏不能好好玩了，真的是。哎，长沙霍建华不服，全程他妈的看两个人在捣鼓，你俩是生产狗粮的吧？长沙姚明。嗯，太恶心了。别急，好好打。第一把咱随便玩一下，想想就想笑。这虚杯还会玩男刀，为了练英雄的吧？你不打这个吗？你不打这个，我走了。一血，看能不能拿到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拿个一血。嗯，好了。好，一血别给他们拿，咱们拿。咋的？你这 PY 也都不要了呀？先去杀人呀？做梦呢？哎，我看你家那个也不一定拿呀，有可能要送啊。哼，这不一定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徐飞 ，nice 啊！看说什么来什么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漂亮，一级单双，还一个荒啥呀？一血顶两个呢，哎，一血顶两个呢。再说了。还一个而已啦，还行还行，是不是上主要还是为了凑细节还行吧，兄弟们，这一波卡被动，细节还可以啊，上把亚索，这干得漂亮，哎呀，不需要你姐，这把上一把让你受委屈了，我的怎么样反水的吗？上把可怪我，上把练了一手英雄，怎么样反超的吗？啊，我是说感觉不太对呢。上马练了一把英雄，这把也同样的反超。没反超呗，加油！这是个什么什么什么赛？我平常不看啥比赛，但是看起来好像你挺喜欢看的。宝宝他们有教什么技能吗？姐，你别帮他啊！姐，你别帮他。啊！我操！我满眼都是你，我没看到。而且还有人头。牛逼！哎呀，这个狗东西啊！姐，你玩的是？什么英雄啊？拉克斯是吧？是啊，双杀看到没？轻轻松松，没有压力。姐，你玩拉克斯，别给他打伤害。他玩的奶妈，这样的话他就没有残血可以捡人头的，好吧？好。这一波他捡了你两个人头，全是你打的伤害。嗯，我。对，没必要。我不那个了。姐，你就补刀。姐，你就补刀。我不打伤害了，我下路一个技能都不放了。好好好，一个技能都不放。都我自己打的伤害嘛，怎么他打伤害？好笑！哎呀，你把你的老板想的太好了，睁着眼睛说瞎话啊！对啊，他们就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呀、啊。技能都不，技能都丢歪了，没事没事。痛的话就给有需要的人好吗？姐，你不用动气，姐别动气，交给我就行了，好吧？交给我。一个亿，人家都从一圈里出去了，哎，他才把那个亿引爆。你下路别打伤害，全是我。哪怕给对面杀都无所谓。我这英雄还行，挺稳。你咋不说宇宙是你家的呢？挺稳，挺稳。脑子有问题。哎呦，几个头了，这么嚣张啊！才两个头啊！他这把节奏嘛，有点好。一血三个，持平呢，大哥。待会我去上面辅助你，还是去下面辅助你？咱们争取多拿点，多拿点。啊，一血不是我的吗？超多一点。这把对面，好好这把他这把节奏又是好的。一血是中路吗？你有失心疯吧，哥？是算小问题，三个头了，妈凯隐前期三个头，在呢。我们去哪里都拿点头，我跟你啊，还是说我待会怎么咱们想商量一下？我不用跟我，不用跟我，你去送就行，你去送就行。我是六级，你可以先升个六级，升个六级去送。嗯 ，nice。好好好好，那你得加油，你得加油，多冲。要把他节奏有点好。别急，我变身随便杀，现在还没变身。因为他玩，哎呦，小心，这么想杀、啊哎，跑得好，哎呦，因为这把你可能会有点压力 了，这个人好他妈能 K 啊。行，姐，我们现在我好好打，姐放心，好吧？嗯嗯，好，现在谁能 K 啊？嗯，
在才好的。这么说的谁他们能 K 呢？你是不是说错话了呀？应该是这个人好有好有实力啊！什么叫这个人好能 K 啊？姐，反正你下路别打伤害，就是，给对面杀都没事。我一个技能都不会放了。好好好，你不会玩吗？一个技能都不会放，只要下路两个满血。玩不玩关关你什么事？哎，不好说。你他妈玩好自己的。姐，别搭理他，当他放屁就行。我教你放，我教你放。不别跟我说话了，待会你姐吃醋把你砍死了。我会吃醋的。漂亮。这怎么又杀了呀？这亚索在干嘛呀？满眼都是你，你怎么去教人家女孩子？可不许了，真的我会生气的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还行。不是这亚索怎么一直送给他呀？不行，什么宝宝？死吧你 ！Nice， 哎，你得加油了，司令。宝宝宝宝，你去中路，你去中路，你跟着他。不行，我现在还没变身，我杀的没他快。好好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懂你了，我懂你了。哦，晚上恶心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过了兑现期了啊，来中路没用，好吧，来中路没有用，打了个有没有用来了再说好吧，反正打不过就玩脏了，咱不一贯的套路吗？他们打不过了，没有开始让老板来恶心了啊，就是抢兵线呗，抢兵线呗，奶妈帮你加血，奶妈帮我加血，保护你啊。我怕你打不过我，等一下耍赖啊！嘉雪怎么死了呀？可真他妈不要脸！嘉雪咋死了？哎呀，你卖我呀！我怎么死的？我在前面扛伤害，你又不过来打，我怎么死的？你别搞笑啊！你这个女的，你就故意想把亚索养肥呗？你就只会卖队友。你看看，我去帮你，你卖他，你还挺你还挺恶心人的。我说实话，真的，你们俩是绝配的吗？哎，你俩是真恶心！你看，他妈故意在中路送，你看养那个养亚索，还说来帮忙的，还抢经验，玩的真脏啊！不要妨碍我！宝宝，你别送他，你送给亚漂亮。哎，我走位没走好，主要是那个亚索吧，他是傻的，你知道吧？对面那个亚索菜的跟狗似的，他看到我们这边有两个人，他就不敢上，知道不？我想去杀亚索，你知道吧？我想去杀亚索，但是他不敢上，然后导致我走位有点没来得及，你知道不？懂吗？你一个等级没人家高的奶妈。还想去杀人家亚索，你想送就你想直接养亚索，你直说呗，你想玩脏就直说呗。他就是单纯恶心人的。装什么？他们急了，看我人头比他多，他们看我人头比他多，开始玩套路，玩上战术了。我需要急吗？笑死宝宝，我们轻轻松松好吧，没有任何压力，还行。那轻轻松松落后四个呢，嗯。宝宝，我们急什么呀？我变身了，你注意一点。我不想去中路了，我来帮你好不好？真的是我去帮他们，他们还倒打一耙，就是哎，这些人真的没有狗咬女冬兵啊，看错了，本来帮他当好哥们的，还卖我宝宝。哪有你俩狗啊？你俩啥品种呀？姐，反正下路你别打伤害就行了。没姐，我们知道他什么人就行了，好吧？他这个抛开事实不谈的，跟他互动互不了，好吗？就是，聊不了一点。哎呀，不是。你们这种人就讲不讲道理，明明是来帮你们的，你们还倒打一耙，还东说一下西说一下，别装了、哎、我走了还在那叨叨，除了会叨叨还能干啥？继续来保护我呀、哎、奶妈怎么不来了、就是、你倒打一耙我怎么保护？哎，你来保护我，你赶紧的，你来保护 我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你赶紧来保护我，来来来来来来来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你卖我宝宝谁还理你啊？还救你啊？哎，你宝宝不是故意送吗？你宝宝来保护我呀，赶紧的，我需要你保护，来呀！怎么不来了？他妈的送开了。主要是我跟你讲嘛，宝宝乖，我跟你讲，他对面那个亚索太菜了，你知道能菜成啥屌样吗？就是我，也就他运气好呗。
对，真的匹配那个菜鸡杀了点人头就在那嘚瑟，太菜了。哎呀，就是啊，我一点都不急啊。嗯，行。嗯，运气好杀两个头，等会儿他就杀不动了。中前怎么来中路送了呀？奶妈，喂，说话呀，来中路送人头啊？不是送，跟你说了不是送，我是来保护。别跟我没事，你保护我是吧？那我现在命令你，你现在来中路送人头，来。你凭啥命令我？你是老几啊？命令我保护你不是要保护我吗？你想多。哎，你不是要你不是要帮我吗？那你就送人头来。他想吃天鹅肉，还想来保，还想来命令我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叫你保护你又不保护，我保。你看看你，嘴上说着保护，把你自己当回事儿了，拿这个头。你看来也不来的。好宝，来，刘技能，记得刘技能，刘技能，哎，漂亮，刘技能。怎么又盯着我呀？有拼呢。这里。哎呦，加油！双杀，好，双杀，刘技能，哎，漂亮！哎呦，吓死个人呐！太帅了！得出个收集者了，兄弟们，轻轻松松得出个收集者了。还有呢，爆发也高呢。真的，你加点油。加点油、对啊，我手机用好久了。赢的今天就送你一个啊。真的吗？七个咱们九个。哇塞，我接了电话回来听到啥咋的，还送上手机了，包养、啊、咱尽量抢包养 play 啊，咱尽量抢、啊、什么包养啊，我跟我宝宝一起赢钱吃的香呀，感觉有点难抢，我帮我宝宝赚钱，这个叫互相知道不，这个 叫包养，抢不过妈的。哎，杀完人直接去游走。什么叫兵线都不带带了？互相啥呀？互相啊！你看人家宝宝都落后三个了，你就是嫉妒。妈的！羡慕嫉妒。我羡慕个毛啊！羡慕你们输了呀？那可不会。谁输了呀？哎、你知道上把是怎么样的结果吗？上把是怎么样的结果？这把就是怎么样的结果？这把可能我们赢的、哎更多，是吧？哦，那你们加油啊、哦！赶紧啊、哦！加油！走了。这个抢人头不可能百分百抢到的，没抢到大家就别压力了，这个就没办法了。晚上搞不好就是我给我陪伴买手机了呢。你才几个啊，我都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啊，三个头，这个人头，这个抢人头这个东西就是秒钟一个头，三秒三个，老年纪都买不起好吧。凯隐他这个发育伤害也高的，别急，有些人他是无脑压力的，懂、吗？只要人头落后，管你是啥。加油，我来了，来。徐飞压力这么大吗？那话都不说了。Nice。哎呦，我下路 K 头去了。哎，徐飞加油 ！Nice！ 哎呀，这双杀拿的。双杀。优秀。哎、这要不是两个人在前面给他扛，他能拿刀？开玩笑呢。需要你扛了。啊！我又没跟你扛，我才不会跟你扛呢。哦，我俩的配合好吗？关你俩什么事儿？真爱给自己脸上贴金。那你还夸我跟我老板？哎，杀人！就是。你还夸上我老板了？嗯。哎呀！子兄弟，你一直跟我宝说什么话？你是不是喜欢我宝？老婆，我宝有点小钱，你看上了是不是？肯定是对我有意思，他肯定是对我有意思，对吧？想套近乎，放心吧，浩。以为大家都跟你们一样眼瞎呀？真的是，怎么回事？傻了吧？我不喜欢，喜欢你。得亏没翻呢，他有大我。可不是什么人，傻了吧？臭鱼烂虾都能看得上的。哎，我看不上臭海鲜，滚！可不是能。啊，滚！看不上你。那你跟我打什么话呀？一天天的跟我搞得我家宝都吃醋了。啊，滚！那你就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对我有意思，你就是想。十四个，十五个，十五个。可，
可别他们胡说八道了，真的看上你，你长啥样信不清楚、啊。好厉害，保真的呀，保加油。没事，就差三个了，分分钟搞定。我给你加一个，好吧？我给你加一口血哈，给你加一口血。好奶，好奶，谢谢宝宝。嗯嗯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，我去！呦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相信你宝，你是最棒的，我相信你哈，我相信你，咱们继续。看一下是谁？哦，我刚刚看你去了，我真无语。哦 ，nice， 超神了都，可以可以，好猛。还行姐。哎呦，还行。你是不是玩这个挺厉害的呀？我看你，这人头的速度，哇！这是换人了呀，这不是一个人玩的吧？咋了？需要换打你需要换人吗？代打，打你还需要换人啊？啊？哼，就是啊，打的呀！哎呀，每天贴是你俩的光荣团团呗。我家乖乖，我家宝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，哎。必须的。对面不知道。没事儿，对面找代打一样虐。嗯，代打一样虐。哎呀，是有这个底气。哎，你们真的是又双标又狗。哦，你们每次打不赢的，不是说人家 K， 哎，就是说人家代打。哪里打不赢？很正常吗？这还没结束呢，怎么就打不赢了呀？哦，会卖队友，宝，我来帮你了，宝。Nice， 哎，十八个。宝，我过来帮你。那你家宝干啥呢？我有头，我有大，我有大，我有大。哎呦，这泰坦真烦人啊！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没事没事，别急别急。这边你看，我跟你讲，终于有两个人头。你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伤害很高。但我这个墙翻不了。很高，他只差一丢丢。看到人头，闻着味儿来了。对对对，他想杀我，我给你勾引过来。我先给那个，我先给那个泰坦放人。我操嘞！什么人呐、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好厉害呀，徐贝！姐还行还行，慢慢来。你给他们气的。慢慢打，慢慢打。你要厉害一点，你要厉害一点。放心，我厉不厉害你还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厉害，我知道你厉害，我们要再厉害一点，好不好？这个人有水平呢，兄弟们，咱们尽量拉开差距，好吧？尽量拉开。嗯嗯，放心吧，有水平，放心。嗯，怎么有人偷窥呀、啊？加油加油！你看看我抽的全是移速装，哎、看到没？可以啊，徐斌，你这把拿得快呀、啊！全是移速装，几乎都一分钟一个了，六六六。还一分钟了，我知道一分钟。二十一个，是你家都落后十个了，还有十个在笑。慌啥？丝毫不带慌的，我家宝这么厉害，我丝毫不带慌的。这路人老是帮他呀，哎呦，真受不了。他们活不长。哎，定住！是啊。哎呦，这个，我这个伤害，哎呀，有点难受了，宝，有点难受了，这怎么回事儿啊？哇，真的换人了，怎么我这伤害好高呀？回家一趟，怎么他就拿俩，你就一个呀？啊，失误了。干得漂亮，干得漂亮。哎呀，嗯，姐，送给人就行了，送给人。嗯，我没有，我刚在找人呢，我想找人让你杀呢，走的太那个了、嗯。尽量拉开差距。走的太深了。哎、
问一个，宝宝，宝宝，咋了？让你宝宝来上路恶心，中路恶心我都超不过我吗？一直在追，赶紧的呀！又跟我宝宝互动啊！哎呀，谁要理你啊？别一天跟我搭话，我跟我家宝说关你什么事？真的是。那我说话关你什么事呀？去跟你的老板说，你不要来勾引我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就说，哎呀呀呀呀，别死！啊，我的粉儿！我跟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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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来！你杀！哎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哎呀，叫傻了！你快走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好紧张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这不你的宝宝起来呀，徐飞，还是你棒棒呢！哎呦，怎么没有狗啊？闻着味儿就去了。妈、哎、妈学不了他们说话，真恶心。用闻着味儿就去了。哎呀，你敢那死？哎呀，我怎么有狗啊？闻着味儿就去了。我怎么有狗啊？叫的这么凶呀？哎呀，叫啥呢？自我介绍呢，他。就是。哎呀，宝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当时见的漂亮。哎呀，你得那个什么，你要么你就学他那么恶心一点，你等那个人家残血了之后你再去，你哎漂亮，哎对对对，就这么地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咱就翻，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咱他的讲真的，宝，咱他的还是有点多，真的，你想办法，我跟你讲，反杀嘞，咋的，你知道吧？后面有个大傻子，你留技能。哎呦，怎么有狗跟着我呀？救你呢，怕你被秒了。怎么说话呢？救、哎、还不让救了。你要留技能，宝。怎么我你老板救我对吧？我还说的谢谢啊。你救我，你咋还说滚呢？啊，不让救了。宝，你要留技能，真的。滚！玩不起了。谁玩不起了？打不过把塔推了，玩不起啊！哎呦，宝 ，nice！ 哇，这个速度，嘎嘎猛！哈哈！哎呀，宝，你去，你加油，你扔他一下！哟！哇！哇、哎！怎么没拿到啊？那宝，哎呦！看，比伤害，你家的不是对手。还行吧，家怎么没拿到啊？可以，漂亮，这伤害嘎嘎猛！哎呀，宝，你要加油啊！这泰坦那个钩导致我没被击飞，我操，差点给这个亚索接上大了。好好呀，你还想不想来找我了呀？你不是给我的银人头的吗？你不银人头，你肯定要找我呀！你是不是不想我了？你是不是不想我了？你是不是不想我了？你要想我的话，放心，肯定赢，肯定赢，加油！你看人家又跑去偷了一个头了，啊，偷俩的头了，你，哎呦，你不要被，哦，可以，差点就被那个菊花心给抢了，你，哎呀，但是我厉不厉害你还不知道，我知道你厉害，但是你得格子游戏、啊、哪都厉害，他16-0，收集者也有，宫女元虎也有。是说还好，主人试过一样，这把游戏理解属于是拉满了。咋的？你没试过？嗯，我他妈对陪玩没兴趣。当然，我们旭飞这样的除外。你别没人看上你哦，真会找借口。人家还没看上你啦，你上杆子干嘛呀？哼，质量局。上不上杆子，我俩的事。旭飞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说话了呀？为什么要说话呢？我稀得跟你们对话。人头局为什么老是让我说话干嘛呀？陪你聊天啊。哇，就是啊，是吧，陪你聊天呢。宝过来，宝啊，宝再露一个，宝大呀，残了，你快上啊，漂亮，上呀，杀呀，艾克怎么不大呢？这人头是可以是呗，32，随随便便碾压他，让人头。姐，我33，我还有个一血。好呀，我还有个一血。差11个，差十。还有个一血。差12个，我的妈！哟，这个人差12个。这个人不说话，偷偷杀人是吧？搞这种，别急。你快点啊！你快点啊！嘎嘎追！这都到二塔了，嘎嘎超！快点！你要想过来找我，你就快点，我现在就快点。
就差到蘑菇。哦，那个手机我得先换了呀，怕到时候我去找你，这手机坏了，中间找不了你，很麻烦了呀。你要想换手机，你就得加油，你不加油，咱就没得手机换，知道不？必须的，必须的，那必须加油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那个谁，那个中单他又想去了，你明白不？你明白不？你要学会留技能，知道不？哎，对对对，你就是这样，你跑得比他快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马上给你加血，我丢加血了，我丢加血了，弄他，弄他，弄他。哎呀，怎么被他抢了一个？死！哎呀！哎，对了，哇，哎、这泰坦怎么不控他控我呀？我是过来给你留技能吗？你杀了一个，我留了呀，你就往上撤撤呀！你杀了一个，你没有技能，你不能那样上啊！杀了一个，你就得往回撤。换了就换了，让他去。不是泰坦控我呀，我撤了呀。不是你刚刚在这里，你都没有控，都没有控。你开了个大，不是收了一个头吗？收了一个头，他来抢一个头，你抢一个头的时候，你就往后撤撤嘛。哎、撤撤了，完了之后你这点血不杀我呀？你撤了之后，等他去顶一下，等他去顶一下，完了之后你有技能就直接回来收头就行了呀。你别技能丢完了，你就一直在那站着呀。哎呦，那个是37个姐，宝宝。听到没？别生气加油呀！你看看我陪玩多厉害。搞半天是个吃软饭的姐，他还买手机呢，自己没长手啊，不会赚钱买啊。哎，我帮他打的。哎，就是。啊我一起赚的钱啊，怎么吃软饭啊，会不会说话呀、啊、你这不一起赚的钱啥一起赚的钱，这不就是软饭吗？不你老板给钱的吗？真的是都开始要手机了，他都要上手机了，多吓人咋的呀。嗯，就是哎呀，死得好，我动不了啊！死得好，机会来了，姐。哪去了？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我来了，那好，机会来了。进度。哎。我太大。哎，我没大嘛，我操！死，弄他。我，哎，对面是太乙，他对面真的太菜了，漂亮。对面就是全部来烧的，干吃的，真的是还有亚索姐，气死了！哎呀，接我来了！哎，别，亚索快走，亚索快走！嗯，五杀，那是翻倍哇！加五杀，这么玩的好呀！加五个！哎呀，浩，你怎么提前就死了？你干啥呢？怎么就死了？我们这泰坦控的我大招开不出来呀，烦死了！好，哎，完美，真的，徐飞，我们俩果然是默契的。哎，还行行，上马让你受委屈了，这把咱得把场子找回来啊！他们都想拿钱去旅游了，有点忍不了了。咱们今天得好好打一打，他想去旅游什么？必须拿他们钱去旅游。小飞，今天必须拿他们钱去旅游。你看，我们都拿五杀了，还想拿我们的去旅游？哎呦，别做梦了！牛，可以。那我抄你不就行了吗？那个人傻的有想法，那个逼有想法，你小心一点啊！你小心一点，你不要扫到他身上。好，你现在可以去了，你现在可以去了。好，可以，让那个九号信先上。好，你直接去收头，我在你后面，你放心，我在你后面，你。哎呦，死了他！加油！哎呦，打谁呢？对面？哎，可以，弄，哎，漂亮，牛逼，哎呀，游戏就是不能失误，一失误的话就给他机会了。还好你杀一个，哎呀，他们拿不到五杀，哎，急了，有点急了，哎呀，这个泰坦身形太大了，金克斯站在他这个旁边，我操，杀几个，杀一个呢，你还一个都没有呢。这一波我的，这一波有点急了。加油，咱加油！有点着急。要不是你也拿一个呗？拿不着。换个装备嘛？要不要换个装备呢？我在想。没装备可以换了。那个，我跟你讲，待会去下。哎呀，徐飞，你那波扛塔有点可惜。换木刃，杀完人泰坦的大对我没有用。木刃得换。下路的，去下路收线的。姐，刚才那一波有点急了，我的。不要让那个傻的跟着你，你瞅着机会自己去，好吧？没事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。没事，我这一波又有机会了。嗯，好。等一下。
哎，他们都在中，弄他，弄他，对对对，漂亮。坏了坏了，宝宝宝宝，好好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是我们机会了，走走走，你等我，你等我一下，他死了，我们有机会了，你等我一下。艾克秒表了，艾克，我马上就到，我马上就到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你等我。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上上上上，我有技能，我有技能。哎，对面五个人。我有技能。哎呀，我别让他呢，我去。漂亮漂亮漂亮 ，nice nice， 漂亮漂亮漂亮，哎呦，这泰坦，哎呦，这个金克斯，哎，玩的好呀，哎呀，你怎么就没扣了？你走一下位啊！这泰坦控我好久啊，我大招半天按不出来，我真服了这泰坦。呀，我都吃了那么多伤害了，你怎么，你得你，那你帮我挡泰坦勾啊，你挡泰坦勾我不就杀完了吗？有点急了，有点急了。我已经帮你吃了那么多伤害了，我你还想让我怎么动吗？泰坦勾，你挡泰坦勾。你不是你之前不是这么厉害的吗？你得走位呀。那我能杀呀，你只要泰坦勾了，我杀完了。Nice，Nice。哎呦！又给他捡漏了。都要被人家推了。对呀。哎，真的，某些人呢，今天是碰到了硬茬了吧？哎呀，今天马上就变身了，变身双倍，我勒个呆，人头大爆发，突突突，突突他们。失误了两波，有点伤了。变什么神？不能再失误了。我要急，浩浩，咱加油！什么硬茬呀？我们马上双倍呀！捡几个漏嘛。真棒！除了捡漏还会干啥呀？我们都马上双倍了，这是靠捡漏能捡出来的吗？啊？你怎么没这个实力啊？不需要捡漏啊！我的实力不需要捡漏啊！提莫真的烦。哎呀！没事没事，我哎姐你别，你可以可以杀他，你可以杀他。其实有时候你也可以抢他头的，可以，好吗？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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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对对，必须的必须的，轻轻松。看一下换我什么？你轰我干嘛呀？这金克斯还差四个头翻倍。那个肉你不要管他，那个肉你不要管他，你等我等你吧，我等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吧？等我吗？我这几把发，我发现了那个对，我可以